2014年2月15日，那肯定是很激动啊，特别激动。伟霆吧，拿大飞机卷他，那期我跟你说可害怕了呢。那个东西你可能电视上就是感觉可能是震撼，但是当你在现场的时候特别的吓人，我怕那个螺旋桨飞出来，太吓人了。然后哎，反正那天也挺有意思的，吹的乱跑。嗯，我没有啊，我其实我是个好人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朋友越来越少了，就还是很开心，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作品包括我们这个团队，然后能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，那肯定就很开心了。好难啊，好累。嗯，就是我们爱笑这个团队啊，嗯，也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，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着，一直在坚持着做自己想要的和大家想要的东西。没有，并没有，真的一点都没有想过要放弃，一点都没有。不知道，嗯，唉，当群众演员吧。嗯，就还是我觉得生活应该有多一些笑声吧，然后多一些正能量的东西。就我经常说，人就一辈子，那每天不笑难道哭吗？对吧？嗯，一共就那么几十万天，每天开心多好啊，对吧？其实不轻松，但是其实过程的很痛苦，但是当你完成了这个作品或者是一系列的东西之后，你就会非常非常有成就感。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，嗯，你们那么用心的支持我，然后鼓励着我，然后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嗯，我希望用我的实际行动和以后更好的作品，然后来回报你们。我也爱你。我是肖旭，我们会再见的。是为了找男朋友，瘦吗？瘦，在
这里妹妹住新房的姐姐们有男朋友。其实我有很多想说的，两年了，有你们真好。Yes.